各位线上的同修同参们，我们在这疫情当中，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安住身心，所以大家一起来练习找回自己清静安定的心，所以现在大家一起来学习禅修。首先，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腿盘起来，七支做法，先调我们的身。第一，来，大家把脚双盘、单盘、三盘都可以。把你的手结手印或者是自由的放在您的膝盖都可以，总而言之坐得很自在。再来调整我们的背，这个背呢就会把它很自然的挺直，就好像有一根绳子这样一拉，很正，但是不要僵硬。第三，肩膀放松，一放松身心就整个就松了起来。再来呢，就是我们这个头部这里，眼睛往前面45度或者是闭起来都可以，我们的舌头往上顶，然后有唾液啊，口水在舌头下端，再把下颚稍微微往下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七支做法，从脚、背、肩、头、舌、眼睛，还有我们的下颚，七支做法。做得稳如泰山，做得如如不动，做得坐如钟。好，调完我们的身，调我们的呼吸。每天我们都深呼吸，我们要感恩这个空气、氧气，所以大家深深的呼吸，好舒服，把大自然的氧气吸进来，吐出二氧化碳，很自然而然的吸、呼、吸、呼，轻重缓急都不要紧，最重要你要去观察你的呼吸，专注在呼吸。鼻子有时候是有一边鼻塞，没有关系，让它自然呼吸，很舒服的吸进你的胸部，扩你的胸，氧气十足，我们的免疫力就会增强。调了呼吸，我们再来观这个呼吸，观察这个呼吸，很专注在我们的人中，鼻子以下这个地方，人中很专注在这一点，我们气出来的是热的还是冷的，长的还是短的，有没有鼻塞，这观察它，就把你的专注力全部集中在呼吸，这叫专注呼吸。在专注呼吸，专注你就会感觉到，哎，也感觉到心跳，
胸部起伏，这个是因为你专注的关系，微关系，很专注，你的心变得很微细，很清净。再试一下，好，调了呼吸，调身，调息，现在是调心。心源欲马，这只猴子，这只狂马怎么抓回来？不用抓，专注呼吸，它自然而然就能够让你回归原点。所以我们的心现在很安静，调心。任何一个念头来了，把它去除贪嗔痴，熄灭它，放下，转念。然后心中升起的，就是慢慢的来观我们的放松法，头部放松，前面额头放松，眼睫毛、眼睛、眼球全部放松，整个鼻梁放松，两个面颊放松，下颚放松，舌头、牙齿放松，两边的耳朵放松，后脑勺放松，颈项放松，肩膀放松，手肘放松，手指放松，胸部放松，腹部放松，后背部，我们的背也是一节一节放松。我们的大腿、膝盖、小腿全部放松，脚趾头也跟着放松，到我们的脚，我们说这个脚背这里放松，再回到头部放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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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脚部，又再从头到脚放松，真的是从头到脚都放松。好，这个是我们慢慢的进入放松法，内观放松法。然后我们放松之后，静如止水，宛如春风漂浮，如如不动，法喜充满，静静的，欢喜的，内心自然调心，智慧冉冉而生。这个智慧就是保持正念，正确的念头，正念，智慧，慈悲，安住。所以从开始的放松呼吸，调身调心，整个我们的练习，一直到我们的心安住，智慧慈悲。好，现在我请各位从头到这一步来做20分钟的练习，放松、安住、法喜。好，现在20分钟的禅修，我们在
影视上有放一段影片或者是音乐，你假使你觉得不需要，你就把它关掉。假使你是初学，你觉得你很难安住身心，你就慢慢随着音乐让心静下来，再回到我们这个办法，从调呼吸一直到我们的调心，再加一个就是慈悲观，观自己很平安，很法喜充满，再来观我们四周围的亲人朋友们，在疫情期间祝福他们平安健康，再来祝福医院里面的病人，他们安康无恙，再来祝福我们不认识的人，他们都平安健康，没有感染。好，我们大家把这份慈悲心从我们身边的亲人，我们的师长，到我们的朋友，到医院，到不认识的人，大家在疫情里面平安平安平安，这个就是从内心开出来的佛性能源，清净自心的智慧观、慈悲观。现在开始20分钟。
我们禅修可以达到内心的平静如水，如同天空的云，非常的舒卷，晕染在天空。我们的心地非常的安稳，不惊不慌不动不过，所以禅修可以宁静致远，甚至会不经意的会自己掉下感动的眼泪。原来内心有这么多的清净能源，我们叫它佛性能源。佛就是自觉，自觉开发的能源，源源不断。这个新的工厂很奇妙。当然与此同时，也会一些杂念进来，甚至过去的要忏悔的恶念也会进来，不好的念头，不要紧。此心能造，此心能灭，叫做调心。我们把这个心稍微调一下，我们有了佛性能源，就能调。像你的这个摄影机镜头蒙蒙的，你把它调正。冷气突然间开得太冷，你把它调温。寒冷的国家要调高它的暖气的温度，调。我们大自然生命是很奇妙，风雨太阳氧气空气，它自然是很好的一个自然调节。所以我们人的欲望就会去不轻易的去破坏它了，不小心的不认为破坏了它，而去干扰了它，破坏了它。所以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这个疫情 COVID-19， 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躲得过。但是共业里面有一个别业，大家要照顾好自己，按照防疫措施保持距离，以测安全。平时的那种聚会就不能了，但是我们在心里面有重，但是我们要保持人与人之间有一个距离，戴口罩，勤洗手，不要去人群多的地方。我相信各位的免疫力就会提升。我们有了佛性能源，我们就调整我们的心，心态很重要。像各位现在禅修，那只不过是大概最多嘛，就一平方公尺的位置。可是你在禅修下来，你的心啊，海阔天空，心是没有界限的，可以如同大海般遨游，可以如高山一样的宽阔。所以心中有正的话，正念
一丈宽就可以了。我们被耶稣了吗？没有，从来没有人可以耶稣我们。我们只是把心定在蒲团。我们现在疫情不能外出，我们的心定在我们现有的空间，不必害怕，要安住，身心要安住，安忍，忍耐，不能出去，就在里边。我听说一个小朋友，他的母亲 post 在 Facebook， 我看到，他说小女孩一大早起来，穿着漂亮的衣服，拿着一个包包，穿着鞋子，跟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要去逛街。”他妈妈说：“你要去哪里逛街？”他说：“这里啊，这个客厅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我在逛街。”你看，小朋友的心灵如此的单纯，所以大人也是一样。我们心禅修，那个世界之大，没有人挡住你。心安住，看一看经典，看一看佛书，那个世界之宽。在家里面可以剪剪草，可以把这个环境收拾干净，这个好美的世界，家里人一起，虽然是清茶淡饭，大家一桌子一起吃饭，这个也是好美的世界。我们睡觉也是这么200公分宽的床，也是很好，心安，天地宽啊。所以各位，身心的安住很重要。在打坐的时候，你或许会进入一种好像福音般的法喜平安，甚至叫没有挂碍。那个时候很奇怪，好多的智慧就会跑出来，冉冉而生。哎，这个想做，那个想做，你就把它按部就班的写下来。等有一天疫情过了，我们就可以来如计划般的去进行。在疫情当中，我们要保持怎么的心态呢？要处惊不变。任何问题来了，任何困难来了，任何考验来了，我们要处惊不变，心中非常的有力量，很淡然的按部就班的来处理事情，不要慌，不要忙，不要盲目，也不要恐惧。问题来了，一二三四，按部就班解决。我们除了处境不变，我们还要静观其变。这个疫情，你看，确实我们现在目前能够做到的是让你的免疫力加强，第二就是打疫苗，接种疫苗，所以政府也加速速度，人民也加速速度来注射疫苗。我们要静观其变，我觉得黎明一定会到来，光明一定在前，大家要安忍安住身心。最后我们要智慧创新，很重要的一点，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身跟心安住下来，处惊不变，然后让自己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安住，最后我们能够智慧创新。这个智慧就是我们平时累积的经验，好的技术，再加创意。你看呢，那个水它怎么流，弯弯曲曲，
为什么弯曲？就因为他碰到挡了，他又转弯；碰到挡了，他又转弯。所以河流是弯弯曲曲的，是表示他一到阻挡，他就转弯、转弯、转弯，最后回到大海。我们的生命不就如此吗？现在我们遇到转弯了、困难了，不要害怕，我们继续找因缘。好，总而言之，大家对自己要有这个信心，要有这个力量。所以调身、调呼吸，最后是调心。这个心是不容易调，但是我们按部就班来调，回到正念，回到慈悲，回到智慧，直一切恶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往内思考，调整自己的内心，开发自己无限量的佛性能源、清净能源、智慧创新。我想各位修行人、各位在线上的朋友，我们不要浪费这个疫情给我们的考验、考试。我们落实生活修行，不是只有打坐是修行，打坐是一个因缘，让我们静下来，真正是回到生活禅。行住坐卧皆是禅。所以各位，你在做事的时候有没有慈悲智慧、法喜充满？你在决定一个事情的时候有没有法喜充满、智慧慈悲同在？你在思维这件事情、决策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行善好、存好心、说好话、做好事？要把那个固执转为沟通协调，要把那个内心的自卑开展出来，变成接受改变，要把那个平时啊这个不着意的心改成执善缘而着意，听到人家的好话，我愿意修改，壮大自己，吸收养分，佛法的养分。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更上一层楼。所以现在我们再几分钟给各位做一个慈悲观、智慧观，让你的慈悲散发，让你的智慧光明散发，正念法喜充满。然后有空的时候每天都练习慈悲观乃至正念智慧，我们大家一起来，最后五分钟静静的法喜充满，感恩，感恩天地这么好的大自然，感恩所有的父母、师长、朋友、众生，我们一颗非常慈悲感恩的心，来最后五分钟修这个慈悲观。谢谢。
我们一起来回向：慈悲喜舍遍法界，惜福结缘利人天，禅净戒恨平等忍，惭愧感恩大愿心。我们祈愿大家平安，大家发喜，大家都有正能量。阿弥陀佛。我们礼谢住持慈悲教授，我们今天的禅修课程就到此圆满，谢谢大家的参与，阿弥陀佛。Thank you.